虢国,国夫人，排行第三，是杨贵妃的三姐，以天生丽质自美。据说，是不擦粉的，因为粉会盖住她那个更动人的皮肤。虢国,国夫人淫荡不羁，与唐玄宗还有点眉来眼去，又与杨国忠有私。唐朝张祜之云：“虢国,国夫人成主恩。” 平民骑马入宫门，却嫌脂粉污颜色。淡扫峨眉，朝至尊。在杨宅当中，各地来行贿的人，旦夕不绝。官吏有所请求，只要得到杨氏的推荐，都能够如愿。随着杨贵妃的宠遇加深，尤其杨国忠和夫人们的宠遇呢，玉龙。 他们相互比盖房子啊，修宅地，互相攀比。一看到别人盖的比他自己的更加红利，那就推倒重建。每建一堂都花费千万两以上，土木之工昼夜不息啊。这其中呢，又以国国夫人最为奢侈。所建的新宅园，仅仅是粉刷墙壁就用钱二百万贯。 粉刷工匠呢，还要求再加厚赏，国国夫人又给降罗五百匹。此外，即使在豪门当中，国国夫人也是极其专横的。明皇杂录中还有这么一个故事，说是韦思立呢，在睿宗的时候官至宰相。他去世后，韦氏一族仍有弟子在朝廷做官。 因此呢，也算得上是个大家族了。但国国夫人却丝毫没有顾忌。有一天，韦家人正在屋里面午休，国国夫人在一群侍女的环绕下，说说笑笑，旁若无人的闯了进来。他傲慢的问：“哎，听说这房子要卖啊？多少钱呀、啊？”韦家人说：“这是先人留下的宅子呀，不卖啊。” 话音还没落，转眼之间，国国夫人带来的人已经爬到了东西厢房上掀瓦去了。魏家人无奈啊，只能拿着琴和书，站在路中间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房子被拆。最后呢，国国夫人没给一分钱，只留下一小块地给他们居住。